到了尾声，接下来要为大家带来最后一首曲子。既然上一首曲子提到了在欧洲的英国，那怎么能遗忘了同样在欧洲的法国呢？最后这首曲子出自于知名的动画电影《料理鼠王》，故事取景于法国的餐厅，叙说着拥有灵敏的嗅觉小老鼠小米控制着毫无厨艺的年轻人小林，一人一鼠互利共生，最后圆满地达成梦想，开了一间餐厅。接下来除了会听到轻松舒适在做菜的旋律以外，还会听到一连串的三连音，大家一起猜猜看这代表着什么吧。让我们一起聆听今天的最后一首曲目《料理鼠王》。Thank you.
很酷。大家是不是听得意犹未尽啊？所以这时候应该。